新昌古称善东，素有东南眉目之美誉。新昌呢，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地和策源地。早在1300多年前，400多位文人墨客乘至于此，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众多的遗迹。那么我们现在参观的这个古山公园呢，就是浙东唐诗之路上一个地标式的主题公园，里面有许许多多和唐诗文化有关的内容。我们横板桥村啊，作为唐诗之路上一个重要节点的精华点，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唐诗文化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。那么我们政府呢，就和村里一起打造了一个游学馆。其实我们横板桥村呢，还在对几个重要的旅游节点进行打造。在2018年的6月份呢，我们就提出了就是积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精华地的一个实施意见。那么我们也提出了就是一年有声、三年有形、五年有效的那么一个目标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就是提出了筑梦、寻梦、追梦、圆梦的一个唐诗之路精华地建设的一个目标。